大哥，丁春秋就交给我吧，我跟他有好多账要算。 丁春秋，今日我要为我逍遥一派的师父、师兄，还有我少林寺的同门师兄弟们，还有我太师叔玄奘大师报仇。大哥。 声称说要和两位哥哥同患难，事到临头却躲在这里受人保护，算什么义气？左右是个死，大哥二哥如此英雄了得，我这老三可不能太不成话。